漂亮。有钱人挣钱敢不享受啊？这大电视还一块，还没家具的呢。不，俩卫生间呢，后面那大的能洗澡，前面这还有个，还有床啊，这是床子，这是卫生间，这是小的啊，这是小的，这是大的，哎呀，这便什么都有，这个车多少钱呢？700-800吧。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我们俩就不能这样一样吗？吃饭的一下。埋汰吗？不是，让你俩见着面了，给你俩拍个照。哎呀，真是一种好了，留个纪念。我能想你们这车那会儿就看着你们。